那我作为一个成都人，我凭啥子不在这儿开一场演唱会？说不起走噻。在外面比较喜欢吃串串香，串串香。那我喜不喜欢周末自己约几个朋友到这种郊外那里吃？有时候会，有时候会很比我大一朋友骑他们开车噻，因为远，然后开车骑到我来过去啊，来骑。觉得如何呢？如果火焰还在的话，会更漂亮。有不得自己煮菜的习惯？如果屋头不得人的话，自己煮菜，但都煮的是简单的。比如说呢，你的拿手菜是啥子？没得拿手菜。没得拿手菜，那就你说样样都弄得好。没有没有，就简单啥，西红柿炒蛋啊，虾啊，酸辣面啊，蛋炒饭啊。那就不叫弄菜了，就叫最基本的弄法。回锅肉炒得了不了？那我想炒的，我怕别人敢吃。好，你这次考过语文，语文呢？敢不敢？就感觉多，其实以前没有出去过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还不得特别的感觉，但是在外地待了那么久，一下成都，坐车子站，你又走，你又看见建筑，其实多高兴，然后就闻到空气的味道啊，然后都多开心的。有时候在北京，有时候早上起来深呼吸一口气，然后有些味道和成都有些比较相像，我就会想到成都啊，应该在这耍来在这吃啊。我现在的心情只有那么巴适。看到你们在这儿太高兴了。